来了，铁们，经过这几天的狂风暴雨以后呢，沙滩上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啊。你瞅瞅这个，搁外面就露出来一个脚，这个叫绿背啊，它也叫带子。咱老铁有没有吃过的？吃过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。喜欢赶海的记得双击关注我，看我晚上8点半左右的名直播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，这张开缝我相信咱老铁都知道吧？这张开缝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咱们今天来打开看一下啊。这里面这个肉啊特别的鲜美啊，咱老铁有没有吃过的？吃过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。喜欢赶海的记得双击关注我，看我每天带你们赶海直播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有人就问我了，你发那鱿鱼它最后要怎么制作啊？这不来了吗？都清理干净了，就可以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了，然后就可以制成美味的鱿鱼了啊！咱老铁吃过鱿鱼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。喜欢看大海、抓海鲜的，记得关注我，今天下午7点半直播。初五的头一天啊，咱们走到海边，就发现了一个小伙子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在这个沙里噼里啪啦的就是一顿乱挖。我的个妈嘞，这不是一条沙皇逛吗？今天又是财神节，老铁顺势就是一个双击，那个速度那个快嘞！加关注，看我赶海。来，我朋友们啊，今天看一下咱的赶海收获啊，是满满的赶海收获，兄弟们啊，这次咱的赶海收获，瞅瞅啊，大成网啊，爷爷辈的大成网啊，花盖蟹，大摩尔螺，喜欢老铁留下双击，加个关注，每天都有户外精彩赶海直播，感谢。